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我家附近的赛马场，这是我第一次来。赛马场的旁边是赌场，我们每次来就只去赌场，不知道后面原来是赛马场。Okay, 那现在是他们在整地，还在整地当中。哈哈第一次这么接近赛马场。现在是早上11点，还没开始。等一下再去研究一下怎么才能够参加，不是参加赛马，是怎么去 bet， 去下注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See you next time.